做紧嘢，因为我而家身处嘅呢一座美荷楼，佢就系一座历史建筑物，亦都系香港现时仅存嘅 H 型写字大厦。写字大厦可能大家都会对呢个名好陌生，但系其实佢喺1953年政府为咗石硖尾大火灾民而兴建嘅第一代公共房屋。除咗美荷楼之外，香港仲有唔少嘅历史建筑见证住时代嘅变迁，同埋我哋城市人嘅生活演变。 跟住落嚟要介绍嘅讲者，佢就对香港唔同年代嘅建筑都好有研究。除咗时间管理系香港人嘅生活目标之外，其实上车都系唔少香港人一生追求嘅事。我谂大家都一定有听过三只小猪呢个故仔，其实佢唔单止系一个童话故事，里面仲隐藏住起屋嘅智慧，同埋话咗俾我哋听居所嘅重要性。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容身之所作为起居作息。 而居所嘅建筑材料同埋周围嘅配套，亦都会随住时代而不断咁变迁。香港嘅生活方式，香港系一个节奏急速嘅城市。2018年香港国际机场货运量达510万公吨，每日超过1100班机升降，净系我国尔军分分秒秒都几十万上落。 所以我哋一定要好好把握时间，先至可以同时代接轨。今时今日，我哋要知道时间非常容易，但系以前咧，我哋就要靠近。呢本书由何佩贤教授编写，介绍咗香港天文台嘅成立，同埋佢哋所提供嘅服务。唔讲唔知道，天文台除咗话俾大家听天气状况之外，仲有一个好重要嘅报时服务。书嘅内容就系提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。 时间球塔嘅社会功能。除此之外，呢本书亦都有介绍中国古代系点样计时，同埋其他现代化嘅报时系统。做乜嘢啫？食嘢啫嘛，好正常啫。嗱，食咧喺任何一个年代都系生活好重要嘅一环嚟嘅。你睇下，一街都系酒楼、餐厅、快餐店，你话系咪先？ 你都同意咧，嗱，其实食物嘅款式随住时代嘅转变而推陈出新之外咧，售卖嘅地点亦都由以前嘅士多、杂货铺变咗做而家嘅大型连锁超级市场，甚至乎系网上商店。而家庭主妇最中意帮衬嘅街市，亦都由室外转咗做室内。我好攰啊，食啊，快啲食啊，大家冻啊！ 要认识一个人，先要从佢嘅喜好入手；要认识一个城市，就要从佢嘅过去入手。身为一个香港人，又点可以唔了解自己居住地嘅历史呢？你唔好睇小香港呢个小小嘅地方啊，其实佢嘅历史文化源远流长。 心动不如行动。香港目前有5间大学都设有历史系，课程涵盖嘅范围都好广。除咗有世界史、中国史之外，当然唔少得嘅系仲有香港史。就以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为例，佢就从唔同方面去探讨香港嘅历史发展，例如系透过香港嘅文物、传统中国节日、政策改变、社会发展等等。 由香港开埠讲到97回归、追古溯今，重温历史记忆嘅同时，亦都帮助我哋揾翻香港人嘅身份认同。有人觉得历史并唔重要，因为佢哋觉得历史对于社会或者系平日嘅工作冇实质嘅作用。如果你都系咁谂嘅话，我对你好失望。已故美国文运领袖马丁路德金曾经讲过。 我们不是历史的创造者，是历史创造我们。历史其实系最好嘅教育。人类嘅社会依靠过去创造未来。我哋学习前人嘅经验，吸取教训，先至可以一步步咁建立到美好嘅将来。